新到的犯人宋江听着，先朝武德皇帝圣旨有力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犯，须先打100杀威棒。左右在，与我捉去背起来。是。关羽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好，且慢，退下。犯人宋江是否漏狱风寒，患病在身？小人风寒时症至今未曾痊愈。这个犯人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像个有病的，全且记下这顿杀威棒吧。此人既然做过县吏，那就留在本营超市房做个超市吧。马日本，闭嘴！相好的只怕比他还黑还矮吧？去你的吧！小人戴宗拜见宋公明哥哥。原来是戴院长救我，快快请起。宋江应该谢你才对呀。前日梁山军师吴用捎来书信，要我照管哥哥。梁山兄弟待宋江情谊非常啊。哥哥在这超市房里无非动动笔墨，不需受苦，还出入自由。戴院长可知皇上何时大赦天下？只听人们传说，未见公文。哥哥还需多忍耐些时日啊。这锭银子请戴院长代我谢谢那位管营。小弟一句话即可，不用哥哥侍寝。受人好处，岂有不报之理啊。那哥哥稍歇，小弟改日再来陪伴。啊。孩子的病好些了吗？脱亚似的服，吃了那服药啊，病是好些了，只是身子还有些虚弱。拿去给孩子买些补品。不是我说啊，这牢里上上下下无人不念亚似的好啊。我一个犯人做不了什么大事，身边有几个闲钱而已，有时只管说话。谢谢亚四了。贼配去。阶级有何见教？仗谁的事啊？阶级
有何见教？少来这一套。听说你上下四处使银子是吧？哪儿来的钱呀？非偷非抢，自家身上的钱，爱阶级的事了。啊？哼，别看你躲过那一百杀威棒，今日啊，躲不过爷爷的拳头。你要怎样？啊，借我十两银子，我便饶了你。我若不借，我就揍你。揍我？揍我有何罪名啊？磕死就是罪名，可得动手。天牛胡闹！你知此人是谁呀、啊？管他是谁，与他借钱如何不给？你平日总说要见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，此人就在眼前，你却不认得。哥哥，不要耍笑我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耍笑你了？哎呀！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宋公明哥哥，该打，该打！哥哥，你看，这位兄弟煞是可爱啊！快快请起，哥哥不见，这便是黑旋风李逵，善使两把板斧，勇猛憨直，在我手下做一名牢子，不想今日却打了哥哥，没有打着。兄弟给哥哥赔罪。哎，铁牛，只是说嘴，拿什么赔呀？我请哥哥吃酒啊。哎，哥哥走哥哥没打好，走吧劳你破费。今日我来。哎，说好的今日铁牛请客，如何让哥哥使钱呢？哎，对，说好了铁牛给哥哥赔情，铁牛请客，铁牛请客。以及笑话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哎，人家铁牛一番好意，哥哥怎好推辞？久闻哥哥大名，原想哥哥是位白面书生，没想到啊，生得跟铁牛一样黑。在家人称我黑三郎。哦，黑三郎，黑旋风，同是一个黑字，往后咱们便是亲生兄弟。来啊，干！哎。哥哥借我十两银子，一会儿便还。啊，哥哥，不要给他。哎，兄弟别拦，让他去用。这铁牛一定是没钱请哥哥吃酒，拿了哥哥的银子去赌了。啊，铁牛兄弟如此这样，让他去用。快看个日锦，大压住老高做手脚，娘才做手脚呢。先别开，我拿十两银子来赌。李大哥，你还是歇会儿，等会儿再压吧。啊，怕我赢你们呀、啊？我偏要这把赌，开！别准备冲我的手气，开！快下老大，开！啊！李大哥，你又输了。